兄弟们，又到兰州了啊！空气里都是牛肉面的味道啊！我们之前认识一个出租车司机，来了，他说带我们去吃他认为啊兰州最好吃的牛肉面。师傅你好，又见面了啊！像兰州这些大小牛肉面，你应该都吃过一轮了啊？基本上是算是大多数吃过了。这几年跑出租的，就哪里方便到哪个地方停下就尝一尝。千家店千家味道。我带你去的这家是咱们兰州市城关区，靠近这个南滨河路的一家，一个很小的一家店。我一尝这味道，很独特，有和别的店有很大的区别。就是虽说是比较简陋，但是它这种味道的确很地道，就是咱们兰州的这种本土的味道。兰州机场啊，离市区真的是太远了。基本上是离市区要70多公里，不堵车的情况下就一个小时。跟着城市活地图啊，出租车司机吃牛肉面啊。哦，清香阁啊，牛肉面8元一碗，牛肉多少钱一份啊？10块啊。给我们来个，先来个3份牛肉，我请你啊。哦，哎，兰州牛肉面啊，就这个辣油给力啊！我要一个2系的，师傅啊。我先上2个吧。洗得好喽。洗得好喽，细的一般是指多少？就是最细的。哦。看着是太馋了啊！我一会儿要个。三勺啊，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夫妻店啊，区别于兰州那些大的面馆啊。对，说是他这个店很有特色。秀师傅两个人在干啊，夫妻两个人在干。这个是我的啊，三系啊，一个三系，一个二系啊，三系是我的，三系。我们再加3份牛肉啊，后面加。哦，好，师傅坐外面哈，坐外面啊。好期待啊！2个系的，哎，好的，全都是。2系，来一勺牛肉原汤。辣子多些啊，辣子多些。哇，看一下，漂亮，3份牛肉，师傅来。好，谢谢。你来2份，感谢。我来尝尝啊。赶紧吃面，拖住了。赶紧吃面啊。哦。2系。兰州人一般吃2系是吧？对。来，上瘾，兰州牛肉面吃的上瘾。哦，舒服，不比那些大店差啊。是啊，你尝一尝味道你就知道了。是，一点不比那些大店差啊。而且这个汤很好啊，对，面也鸡。我这个2系啊，这个是相当劲道的啊。兰州这种小牛肉面其实不多了啊，不多见了。10块钱这么多牛肉啊，这给你。这个大啊，我们是碎一点啊。这个叫肉蛋双飞啊。啊，8块钱一碗啊。就以前是你吃的这个是多少钱一碗啊？1块多啊。刚才1块多。可以啊。兄弟们，叫南滨河路是吧？南滨河路。旁边就是黄河边啊。清香阁牛肉面。
这个肉糊的挺烂的，然后肉香味很足啊。这个不会是这种冻牛肉，一般都是鲜牛肉啊。可以可以。而且这个辣子很香啊。嗯，那就是辣椒香味的，也不辣。不辣不辣不辣。对，就要的这种辣子香味的。你看着这个辣椒油这么厚啊，其实并不辣啊。它不像辣子牛肉面，就马鞍军那样的啊，那个是真辣啊，这个是主要是香为主啊。兰州牛肉面的标准就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啊。啊，牛肉不错，牛肉不错啊。反正啊，我到兰州第一件事情，不管几点啊，都来一碗牛肉面，太舒服了。吃了这么多家的牛肉面，这家还是有些老味道，所以经常来这吃。